狗式打假，我是认真的，是吧？哎，来看这边啊，这个小姐带了一窝，这是芒果，拉不拉不？哦，我看他拉的可能不少，拉的怪多。这是啊，串展要土狗吧？啊，这不是纯种的呀？纯种的。啊，不纯吧？这啥价这样的？200元。不纯还要200啊？我的娘！你眼瞪的，你看看，纯种的人家才要200的，你这不纯的要200，三个要完我给你50块钱，啊、是吧？这咋了？还不行还价了？啊，就是少多也不卖你放、啊。我天哪！我看一看啊，来看这个还大一点，这个是风尚都市版、迷你版的卡哇伊的，超级小，估价可抵一个手指头。少多也不卖，小姐姐，请一句，要三个都给你要完，300，100一个，啥也不要说，棒棒给你两拳。帮忙给你2000，100一个这种小串串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。这个小姐姐带的啥？哟，一窝莱州红，还不孬嘞，还在一窝苏联红，哎，就有点小，原本也在小。这个莱州红什么价？小姐姐，600，价格还有点高，要是比这大差不多。咱们那是那都咱们还是结婚的，他不是说像咱那个什么，因为你配点用那个狗，养到150斤差不多能卖600。比较纯呢。纯种是吧？对。纯种牧羊犬，这个狗是好狗。它长上那个毛是变成紫红色。紫红色，哟，还是变色龙。变色。它会变色了，那这个狗高级，来放下吧。哎，这里面咋还有一个这个狗啊？我天，这是啥狗啊？这个是小狗，那是果梅。是啥梅？果梅。谁梅？这你我能拿一拿看一看吧？哟，这个洋气啊！我天、啊，你要不包，我以为是泰迪嘞，还。人家宝梅不是白色的吗？有那个黄色。也有黄色的。人家宝梅不是剪掉尾巴吗？它那个黄色的不剪，反正我养的没剪过。哦，宝梅正常人家剪吗？宝梅。正常不剪，我说人家不是剪掉尾巴吗？后边那个尾巴长得它这个非常好看的，长得非常好看，这个是宝梅。我都不知道他跟宝梅到底有啥拿啥单比，他的长相巧妙的避开了这个宝梅的长相。这个能长到80-90斤。我天哪，一套一套的了。看，这不是这些了？对，它很长。那像这种狗得什么价？这个300块钱。300。我的天哪，这能便宜点吧？哦，这是给他留一个，人家讲价了，我看一下，550，他给人家要550，这一个博美据说要300，等他聊完，等他聊完我们再给他。疫苗做过了，第一针做过了。你有啥跟你说吧？你这样，你那个小博美能优惠点吗？太贵了，300那么贵。纯种的才多少？这个已经不贵了，已经不贵了。对，我那几个已经卖完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就这一个了。是吗？已经有这么多的人上当了。不想喂了。不想喂了。那你那几个也没卖那么高的价呀？比这个高，我有公狗，有母狗。哦。就剩它了。那你这厉害了，你这有不少人上你的当了。有。你这要狗我也不少，给你，你让你让让的，让个零。有哪个人？30块钱。不管不管。